好，第一天晚上过后，他可能去路上吃的不知道什么东西，都会有一位呢在当我们团上的这个啦啦队队长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千万不要让自己生病，为什么呢？好，因为这里呢医疗费用非常的贵。好，像台湾的话，你肚子痛啊、感冒啦，然后你去诊所，好，付个一百。